吴尊晒一家四口照，老婆正面曝光。吴尊带着女儿 Nine 及儿子 Max 参加大陆实境秀《爸爸去哪儿五》，一双儿女人气高，受到许多网友们的关注。而吴尊的老婆一直都很低调，就连在节目中现身也戴着口罩，让大家无法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。最近吴尊则罕见主动地在微博上公开老婆的正面照。吴尊29日在微博上透露，他到汶莱的一所国际学校演讲，老婆带儿女也坐在台下参与，还分享了一张他与台下学生们的合照，并调皮地问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家人。网友立马就从照片中找到女儿 Nine 就坐在台下第一排右边的位置上，而他的老婆则抱着儿子 Max 坐在第四排右边的角落。虽然这次吴尊的老婆没戴着口罩，完全露出正面，但因为距离太远，所以就算把照片放大，脸孔看起来还是很模糊。